好，从头来一次练习。那我们就教起势了，来，再扣心斋开始。好，先调息三次，我们做两次的，深吸口气，吐气，再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把手松开，把心再松开，一三个动作同时，二荡出左脚一肩宽，三移重心到左脚，四关脚尖平行，全身不动哦，关脚尖的时候全身不动，五两重心移到两手中间，好，起势一哈，来，起势一是这样哦，先吸口气，来吸一口气的时候你的手会自然浮起来，这才对的哦。那你现在先做做看哈，你吸口气的时候，手没用力是不是会浮起来？如果没有那个手浮起来的动作，你自己举起来那就错了，因为有一句话，太极不动手，动手非太极，你自己举起来不算哦。好，来试试看看。再吐气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手好像气球一样？你一吸气，它会鼓起来一点点，有这感觉哈、哦。好，就这样鼓一点点，差不多十五度哦。离开身体十五度以后，第二个动作圆肘，这样子哦，圆肘，各位看看看我、哦，我做圆肘给你看，这样子，一点点，圆肘二，三，叫做什么？吊腕，把这个手腕哈、哦，好像木偶，有人把你的手腕提起来一样。手腕提起来，只有手腕提起来而已，有没有？提到哪里？提到跟肩同高以后就断。四，然后吐气舒腕，吐气把腕送出去。五，落腕。六，原封不动哦，手型原封不动，收收收收收，收到大拇指碰到身体。七，放下来，这个七不算动作了啊，这样就是起势了。哦，啊，这个起势就是太极十三式气功的当中的第一式。我们老师很强调我们啊，没事就要做这个，做个三十次、二十次，因为它有一个有八个字，你们把它记起来啊。太极的所有动作都是一定有这八字啊，以心行气，以气运身。你心里面要，那我们以心行气，心没办法行气了，对，先调这个呼吸，有没有？那你呼吸会发现你里面有在动了以后，有开始动，你才能再动一点点，是用那个东西在动，所以是气功拳就对了。好，再一次看看，预备，好，六次哈，一，吸一口气，手会浮起来，我没有说举起来，是浮起来哦，浮到十五度以后，圆轴一点点而已，圆轴二，三，吊完，吊起来。四，吐气舒腕。五，落腕。落腕也是慢慢落，油压管一样啊，不是这样落啊。五，六，收，原封不动，原形原状，收回来，收回来。大拇指碰到腿后，往下错腕。七，这样的起势。啊，可以吧？好，你们再做一次啊，预备，预备，我看啊。预备，一，吸气，浮起来，浮十五度哟。二，圆轴一点点，圆轴。三，吊完，吊完，垂直上来，好像布偶被人家垂直上来。四，吐气舒完。五，落完。六，原封不动收回去，收手。大拇指碰到身体。七，坐完，错完，这样子，这样可以吧？好，我们集合一下哈，来集合一下没关系哈。我看今天进度先到这里就好了。那我们要不要两个做一次？那我刚讲你的缺点，你互相观摩啊，你也可以改，好吧？这样的，来，我们先两个人，你们两个先做，来，你们面对大家哈，啊，大家看，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哎，请问老师不要做一个？好，预备，那先站好，预备站，哎，对，预备事先不用，预备事已经完了哈。与肩同宽哈，这个时候已经是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预备，气，一，吸气，浮十五度，二，吊完，吊完就手腕不能动哦，只有这样上来，只有上来，跟高一样高度哈、哦，两个头，好，你看，
三吐气舒完。好，圆啊，等一下，重来，还有一个圆轴啊，再一次啊，对不起，哎，来，预备，一吸气，浮起来，二圆轴，三吐掉完，来掉完，掉完，啊、你看它掉完的时候，是不是轴跟着它上来？没有啊，轴没有跟着上来，只有掉完上来而已，你懂意思啊？轴没有跟着上来，四吐气舒完，五落完落下来。六，原封不动哦，不能改变这个角度。六，收回来，收回来，这个角度已经改变了，有没有？你原来是这个角度，对不对？收回来也是这个角度，这样懂意思吧？大拇指碰到身体啊，七，微微错完，微微错完就是有一点点压，有一点点压，然后中指有一点点起来，哎，这样啊 ，OK。好，还有两个人来。好，继续记者嘛。没关系，哎，这个身体也要，老师讲一个题，你最管用，你最干净，对不对？好，预备，一备，哎，你知道，你也可以互相调整，好来，预备，一浮吸气浮起来，二圆轴，三吊完，吊完手肘不要跟着上来。在肩膀高度以后，四吐气舒完，哎，五落完，慢慢落，落完只有碗落，其他都姿势都不用动。七啊，对，六收，原封不动，原角度，原角度放来，大拇指碰到身体再往下错完，七，哎，哎，这个师姐有一点点落完的时候。开始把它打开了，有没有？所以角度来，角度还是角度一样，保持这样收回来。哎，这样。最后调一下。所以是，对，因为你现在要落网的时候，这个角度对，你把它打开了，那就是你这边跟这边没有同步，要让它同步，要让它同步。所以再讲一个，这个太极拳是绣花的拳啊，是一针一细很细的，不是打铁，所以要很细很细。我要给你进度不多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你。还有谁？是，没关系。来，一直，来，好，拿给你的对。好，你看，哎，预备是站好，那跟胸那个什么，跟肩膀一样宽。哎啊，有一点点微微龙形三折，有一点点折，可是不是很多。啊，啊，眼睛看正前方哈，预备。一吸气，浮起来；二圆轴一点点；三吊完，只有手腕上来而已；四吐气舒完；五落完。好，所有姿势都不动啊，那个角度不动。六收回来，收回来。收下面不要收，下面的腕不要收。收到大拇指，嗯，大拇指放到身体的。七，微微错完，啊，微微错完，啊，好紧张啊！好，谢谢，就知道了，知道这个细节了。啊，可以，啊，冰要不要？好，冰，跟妈妈。托老师看我，我跟阿冰好了。啊，先跟着看一下。预备，请一，扶起来，二，圆轴，三。吊完，四吐气舒完，五落完，六收圆角度，大拇指碰到手了，做完。好，阿斌有没有？一直的话，这个你那个收回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收，不要长时间，你搬轻你没办法下，因为你一下就轻了嘛，是这样。这边的轴都不要给它掉下来。嗯，你插在这里。那这个拳呢、啊，是他们那个，我看那个社区大学有人在教太极拳啊，他不讲太极，他讲那个气功什么什么什么拳啊，他就是教这个，他是很重视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法来练习，因为他不是在练肌肉，练肌肉就是我们前半段那两个阶段，对不对？他是练里面的东西。啊，其实还有一个动作，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下次再慢慢要求。我们有一个舒腕的时候，有没有吐气舒腕？
哎，不是说太极不动手，动手会太极。你这样出去是不是手出去？各位你看看，你看看我的动作，我像手出去吗？我是什么出去？气出去。不是气出去。地面。不是，来，你来，你来一下哈，伟成试下来。我们这个太极以后发劲，把人家发出去哦，力有鼓出哈、哦，劲由急发。这里有一个肌肉叫做夹脊的，是这两块肉出去的，是这两块肉把手带出去，不是手带出去。来，你现在摸，你要摸我的这个这一块夹脊哈，你看夹脊有没有动？那有没有看我的手有没有动哈？预备，有没有动？再次啊。好了，预备。后面有夹脊，还是往旁边舒开了。对，是夹脊有伸出去，可是我的手有没有动？没有动，对不对？所以所有的动作都不是手动，是夹脊出去的，是夹脊出去。哎，是讲解清楚。可是你的运动哦，你运动不到后面这块肉，运动不到后面这块，所以你的动作外形都是一样，但是事实上你牵动的肌肉群不一样。那正确的来源是在这边，以后你发劲也是从这边出去的。你涌泉穴一捻地啊，劲是从那边透经过夹脊送出来的，所以一定要从这边出去。哦，不是这个手这样。好，今天到这边结束。啊，不错，结束。对对对。